好，接上个视频，现在呢我们第二圈已经勾好了，勾好之后我们绕线立起立针，立起立针之后我们在引拔针这个位置再勾出来一个短针，这个是第三圈的第一针，可以在这里做上记号扣，然后我们在下一针里面勾两个短针，就是勾一个加针，然后下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，在下面一针里勾一个短针的加针，就是隔一针加一针，第一针是一个短针，第二针就是加针，第三针一个短针，第四针一个加针，然后第五针也是一个短针，第六针就勾一组短针的加针，这就是这一圈的规律，我们隔一针加一针。好，第三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跟第一针引拔，引拔好之后我们开始来勾第四圈，每一圈开始都是要有一个起立针开始啊，然后第四圈呢我们是隔两针加一针，我们第一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第二针勾一个短针，在第三针里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，然后第四针一个短针，第五针一个短针，我们在第六针里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，这就是隔二加一，这一圈就这样勾。好，现在呢我已经勾到最后了，我们现在是勾了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最后一针还剩一针，我们勾一个短针的加针，最后一针必须是短针的加针啊，如果不是短针的加针那就是勾错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勾引拔针，第四圈就结束了，然后我们绕线立一个起立针，我们开始要勾第五圈了，第五圈就是隔三针加一针，我们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一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里面一个短针，第三个针目里面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，然后第四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，然后再勾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勾三个，然后下一针里面勾出来一个短针的加针，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完成，隔三针加一针。好，我们这一圈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针也是一组加针，一边勾一边数啊，一定是最后一圈最后一针是一个加针，然后呢我们绕线开始来勾第四圈，第四圈呢我们就立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勾一个短针，下一针你勾一个短针，这一圈呢我们是隔四针加一针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一圈呢给它分开加针，错开加针，我们现在是勾了两个短针，然后在第三针里面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，然后再勾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二三四，下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的加针，然后再勾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四
好，这个勾了一个加针，我们就这样一直隔四针加一针，一二三四，边勾边数。三四，好，四个短针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勾一组短针的加针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里呢还剩两个针目，剩两个针目呢，我们就勾两个单独的短针，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勾两针。勾两针之后呢，我们这里有两针，开头的地方有两针，这一共还是四个。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两边是两个加针，这样就是对的，间隔就是四针。然后我们来引拔。